迎收睇 MIHK 旅遊頻道，嘻嘻滋滋食地球。而家咧，我就喺嚟個台灣話知啦，台北車站。其實我係好中意住呢度嘅，因為咧，我又最中意咧就住天城嘅或者海殺嘅，咁啊，因為睇下就腳方便啊嘛。幾大雨都好咧，一落去三步路就到捷運噶啦，咁啊又方便啦，又唔使轉車。咁啊，咁而家嚟到，我梗係唔係介紹嘅酒店有幾好啦，係咪先？喺台北車站嘅對面有一間好撚好嘅嘢，啊 Makiko 係咪啊？我估應該係咁樣讀你個名啦，我知我驚講錯啦，唔好意思啊，日文唔好。就佢咧啱啱咧喺我拍攝之前嘅上個禮拜咧，就嚟撚咗呢度話啲嘢唔撚錯喎，幾好喎。跟住阿俊仲 cap 咗張圖，哇總理！佢賺喎，你點搞啊？我話嚟，你放心，我食俾你大家睇下邊間咧？呢間好嘢，屌你老味！小弟嘅朵咧，或多或少除咗九記之外咧，佢都有幫手嘅。呢、這個唔使講。天普雲，我由香港追擊到過去 Sydney 踩到翻過嚟台北，喂！老老實實啦，有天普雲嘅地方就應該有我啊出現啦，係咪啊？除非我未飛到過去嗰啲地方啫，係咪先？我就睇下啊，到時美國啲族友或者唔知邊度嘅族友，泰國啊、新加坡嗰啲啊，會招呼我過去玩翻幾日，咁我到時就啊環球追擊天普雲啦，係咪咁講啊？究竟裏面啲人係點樣嘅話咧？阿俊有兩句説話想講啊！啊，總理，其實我好驚，我食完之後咧，我會覺得好食嘅。好食咪讚咯，但我喺呢邊讚添好運，我驚會俾你屌。嗱，依一樣嘢咧，你係唔可以咁樣睇我咁樣獨裁嘅。首先咧，如果真係好食，你讚我屌你嘅話咧，咁即係證明咗我節目咧係為屌而屌啦，造假啦，咁啊，係咪咁講啦？咁既然係咁樣嘅話咧，我呢個節目睇名都扮撚就啦。我個節目就係我親自行入去幫襯，好食就好食，唔好食就唔好食，好食就讚，唔好食就彈。人大有一樣嘢，我必須要嚴厲譴責。我哋 MISK 裏面一個其中一個好受歡迎嘅女性主持阿 Michelle， 我要譴責你。OK， 嗱，我唔講粗口啊。如果係第二個，如果嗰個係土豪，我屌柒你噶啦，嗰個 Michelle。我谴责你 ，OK？ 佢竟然同阿俊讲，哇！其实咧，深水埗嗰间天母云都好好食噶，阿俊。我话俾你听啦，阿双呢个节目鳄鱼一定睇噶。你先啦，点样同鳄鱼解释啦吓？好，咁我就唔讲咁多啦，我就入去，而家咧就嗌翻几个点心。啊，入去之前想讲。你有冇睇到咧？攔咗兩條隊，冇人排喎！屌，你好似拍烏蠅生意啫！你錯啦！頭先我哋啱啱到台北，今日係我哋第一日到台北啦。12:00幾經過嗰陣時咧，係兩行唔夠排，排三行人啦，係排到第三行排咗出嚟噶。咁我話阿俊話：哇，屌大撚鑊咯！咁樣傻仔嚟嘅，我梗係唔會嗰陣時真係排啦，我食第二樣嘢噶啦。而家我哋飲下午茶，順便嗌雞同點心嗱。冇乜人啦，廚房得閒啦，唔踢噶啦，可以慢慢做啦。都做得閪嘅話，你啊死有餘辜啦，咪咁講啦。好，飲茶。各飲，等陣先介紹。咁我將佢坐低咗啦。環境嘅嘢等陣先講。嗌咗，喂，有添好運就梗係有依龍嘢啦。咁講啦，蝦餃啊，蝦餃係要雪白的 ，OK。咁咧，佢已經係開始 oversteam 咗噶啦。嗱，你見得到咧，佢咧開始係半透啊。
即係其實咧係輕微過咗火，不過佢喺啱啱過火嘅開始咧攞翻咗出嚟，咁咧就仲叫挺得住個型，即係咧就仲未話完全去爛曬啊過透曬咁樣。嗱你如果最靚嘅蝦餃嘅顏色就係呢一個白。呢、這個白是最靚的啦，呢啲黃咧就開始係過火的啦。咁好啦，中度啲，即刻食 ，OK。好，謝謝。謝謝好。嗱，冇碗仔，咁啊好扎洗啊，爭我先一手想攞只碗，慣性攞只碗嘛。麥基哥，好，謝，電話你先，麥基哥，好，謝，哦，燒賣，哇，自動會跳到小心，好，那牛肉球建議沾那個辣素醬，好，醬好，好，好，知道，好，謝。嚟咯，麥基哥，食多粒。我一口係食兩粒，唔係想話俾鏡頭前面嘅觀眾聽，佢好撚好食。相反就話咩，嗱嗱聲趁熱食咗去，唔使煩。蝦餃要有筍嘅，佢冇筍。OK， 佢冇筍，要有汁嘅，佢冇汁。啊，再食少粒，因為咧，我慣咗食蝦餃咧，係一嘢擺曬落口咧就咬爆佢嘅。咁但係咧，我要俾大家睇下裏邊咧係點樣，所以咧我就真係要咬開佢啦。嗱。全蝦膠嚟嘅，邊度有筍啫？筍你老母咩筍？用蝦膠搭落去啫嘛，搭咗嚿蝦膠落去，蒸咗嚿皮，咁就叫蝦膠啦。冇人玩啦！呢籠嘢138蚊台幣，84蚊，即係同即係35蚊一用嘢，35蚊，我代冇加35蚊，好撚老實咁樣講句，非常之普通，即係佢係一嚿蝦餃皮包住嚿蝦膠，嗱跟住蝦餃個餡咧係要撈嘅，你食落去咧係食得到層次，你咬得開有肥豬肉，有蝦，同埋有筍，有汁。你係會 set 到呢啲味道出嚟嘅，有蝦餃味，蝦餃冇蝦餃味，咁就即係等於一個皮包住個蝦餃啫嘛，其實根本係兩回事嚟嘅，完全我俾佢分量一定唔會高啊，只不過佢即係蒸到啱啱好，所以就即係開始過火時救得到，所以佢就咩咁解啫。嗱，夾開佢俾依個阿張石燒舊啊，咁啊，好啊。燒賣嗱，燒賣咧就咁望咧，就蒸得幾都上蒸幾好，因為咧黃色嗰啲燒賣皮咧，嗰啲燉面咧就冇話塌曬啊、爛曬啊咁樣。咁咧同埋咧有冬菇啦、有杞子啦、有蝦啦，咁啊嗱。點樣用手拿呢？因為我想睇咬開有啲咩。嗱，都係咧蝦粒
冬菇，咁咧就係攪肉，即係嗰啲誒攪嘅豬肉咧變嗰肉嘅攪嘅肉漿咧，我係先做一粒燒賣，就冇話咧我哋傳統咧廣東人嘅燒賣咧係又要切肉又要攪肉，再撈冬菇撈蝦米撈蝦仁嗰種嘅做法，食落去嗰種味咧係好撚普通嘅豬肉燒賣咯。就不是我哋即係同頂級水準啊，有一個好遠嘅距離。即係你問佢話，佢未至於垃圾到深水埗咁樣。嗱，好老實咁樣講，如果依一籠咁樣計，依籠燒賣咁樣計，佢係好過深水埗噶。但係咁喎，同樣地，依度嘅蝦餃啊，真係我覺得係好撚唔撚掂，好撚唔撚掂啊！因為你係裏面乾真真一個蝦膠咁樣啫嘛，而依個燒賣咧，好過蝦餃嘅，不過就都係好普通，唔可以話好靚咯，啊等唔等住呢份啫？好，既然佢等唔等住，我就俾你講兩句，唔好死阿俊。咦，好奇怪，唔係食開蝦餃嗰只味。冇蝦餃味啦。冇蝦餃味。乾啦。反而似嗰啲咩魚肉燒賣嗰啲咁嘅味。係。冇啊蝦咬。係。好乾啦，係咪啊？食落去。所以成件事係好撚唔撚啱數嘅。嗱，你等人咧，自己單手用你嘅方法食咗佢啦。OK， 我夾定俾你先。咁喺你食燒賣時咧，我就瘦肉咯喎，嗱，蒸就蒸得幾好，搭咧就搭得幾好啦，即系咧都叫算係幾彈，個顏色算係咁啦。牛肉係個比例打得幾好，即係夠幾彈，但係有一樣嘢唔合格，就係個果皮冇果皮冇馬蹄，鹽濕完全唔夠。呢個山竹牛肉咧，果皮咧馬蹄咧，係某程度上係靈魂嚟嘅，你一食落去冇。你冇，你又覺得完全失咗嗰個水準啦，完全冇咗嗰個神水喺度啊！你覺得哇，屌你老味，即係好似，即係點講啊？係啊，同條女搞嘢冇塞車一樣啫嘛，即係硬係揸咗啲嘢，即係你唔塞車，你唔會出唔到嘢啊！但問題就係、是。你唔塞車，你就會塞落咗啲嘢啊嘛！你會明白啦。所以呢一樣嘢係好撚難搞。我嗰食落去，點解你見到今次食三樣嘢都若有所失呢？我就係覺得哇，我覺得係唔知點樣去形容嗰個感覺啦。好老實啦，開喺台北就唔係我哋呃鬼佬噶。台灣人都成日過香港玩啦。是不是夠不能吃呢？我真的不太明白。好了，為什麼特地要放後一點？因為它很熱嘛，小心燙嘛，那我計放後一點，不是辣夠死我自己。就這個他們叫酥皮叉燒包，是不是叫酥皮叉燒包？是啊，酥皮叉燒包，這個有酥皮肉叉燒包。我在香港吃咧，就呢個叫雪山叉燒包，我自己手嗰個睇，一樣係墨西哥的叉燒包啫。
段了。这一款真的挺好的，这个呢起码呢个皮呢够热够松，包身够轻，料够多，够汁水，啲馅呢嗱得够碎，唔过甜，啱啱好，啱啱同个皮啊，个皮咧够松脆。麦基河，上个礼拜你喺排队，你话买咗个烧卖同虾饺食 ，very good， 咁呢个就天上极品嚟噶啦，你明唔明白啦？咁一暂时四样嘢，呢个最好。嗯，好。嗯，为你们淋上蘸酱。那、好啊。糖粉请优先品尝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那这个包呢？好，谢谢。这个包呢，吃下呢，在个暂时这么多样东西来说呢，最有水准的一个。而嗰啲咧就真係麻麻地，嗱我喺呢個時間咧，梗係夾埋牛肉俾阿俊，等佢用佢嘅方法食咗佢啦。哎呀呀呀呀呀，好撚在啫！咁啊好啦，嗱呢碟腸粉 ，Come on， 太撚個小家啦哇！在今時今日呢個環境，我都冇辦法，經營困難，成本又上升，人手又短缺，我好希望大家能夠訂閱到 MHK 旅遊頻道嘿嘿滋滋食地球，只需要你哋嘅228蚊就可以免費重温3個月，我哋極需要你哋嘅支持，呢228蚊裏面可以包含咗。你哋嘅愛意同埋你嘅支持之外，仲可以保佑到你哋男嘅就多女，女嘅多仔，大便又暢通，賭車實贏，買股票實升，合家平安。總之冇講咁多，我就係想要你嘅支持，228蚊3個月啫嘛，快啲支持啊！唔該你啊！